大哥，师傅捡的轰轰轰的，现在捡不捡得动？现在捡得动啊！哎，开心。螺丝已经泡了两个小时了，不知道有没有泡干净。现在打开看一下。大哥，你过来看一下，泡干净没有？是的。能吃不？菜。菜的啊？你说的哈。对。好，那我们就洗螺丝。现在把这个水倒掉。哇，这个水好脏，都是泥巴。哇，好腥啊！好臭的。大哥，等一下，这几个红萝卜，给你爆炒，红烧，配上芭蕉桂皮，肯定好吃。好吃，好吃哈。谢谢。这几个等一下就给你吃啊。大哥，来帮忙洗螺丝，你一个我一个。好。那洗。大哥。洗干净一点。好。把这个盖子也洗干净。好。大哥，这个是你的牙刷，啊，是你的牙刷。行了，妈妈。大哥，你洗了几个啦？洗了五个啦。大哥真棒。好。厉害。大哥，刷刷刷刷屁屁，你也害羞啊你啊？你也会害羞啊？哎呦，我大哥害羞的样子蛮可爱的。有人。大哥，你看这个屁屁都被你刷了，刷掉了。你看这个屁屁被你刷掉了。妈妈，是吧？啊？大哥昨天跟着我们捡螺丝也挺辛苦的，这个螺丝最大，比大哥吃。啊？你吃的？你不吃？你吃？没吃它。大哥，你看这个萝卜这么大，快捡来！里面的肉很多啊，炒出来的味道肯定很鲜美。快点，好啦，哎，你要刷干净哦，别等一下我们吃了一嘴的泥巴。没事，这个是你刷的哈。嗯，这个就大哥的，我等一下写一个大字，写个字写到这里，大哥。啊，我夹子啊，坐记好。把洗干净的先放在一边。这是吃的东西，要洗干净。大哥花了功夫的，把盖子都刷掉了。螺丝已经刷好了，现在开始剪屁股。大哥坐在那里不动啊，剪，你也剪。剪。别跑。看见了吗？哎呀，哇，这是美味啊！把腮吃掉，
才是这个火把中最脏的部位。火把塞已经剪干净了，这里面的都是火把肉，都可以吃的，非常的美味。嗯，来看。螺丝下锅，搅拌搅拌，加入食用盐、姜片，加入料酒去腥。大哥，大火顶起，煮十分钟。捞出田螺，好极了。螺丝已经焯好水了，现在把泡沫清洗掉。这种做法是我湖南做法，我的家乡口味。先把螺丝下锅，水分炒干，炒到这个程度，就可以加入食用油。哇，味道出来了！加入调料，生姜、蒜末、八角、桂皮，一大把干辣椒，加入食用盐、料酒、生抽、蚝油，灌入一瓢水，煮一下。哇，你没有那种感觉，没有那个感觉了。现在就很好看了，看着好多烟。熟了，出锅。这几个火把，我打算以生蚝的做法来做。新鲜肥美的火把上蒸笼。还有一个来啦，盖下锅盖，半小时出炉。花了半天时间，螺丝终于炒好了。大哥，我想给这道田螺取个名字，好不好？好，那就叫大锅盘田螺，好不好？大锅盘田螺上桌。我们的美味不只是田螺，还有一道美味即将上桌，那就是我们的大锅盘火爆。当当当当，大锅盘火爆出锅啦！这么大一盘放在我面前，我不知从何下手，先从小盘吃起。先把这个盖子打开，用力说。怎么说的，老妈？好吃就是这么说嘛。哇，就是这个味，好鲜。哎呀，好吃，又甜，又甜又香。好吃，好吃吧？大哥吃得出来不？要不要我帮你说出来？用筷子从屁股后边掏一下，再往前面说。你看好吃。哎呀，哇，这么美味啊，好吃。就感觉少了一点什么东西。哦，想起来了，大哥，把姐夫喝的美酒拿过来。这么美味的螺丝不配上一点美酒，那真的是，这个螺丝啊，浩哥啊，
来，来，好，必须要喝一点美酒。大哥，美酒来了没有？来，快点来，给我倒上。好啊。把姐夫的美酒喝掉，姐夫不会说吧？不是，不会啊。来来来来来来，快点快点，我等不及了。来，大哥也喝一点。老妈，来。我还是不会的。喝一点吧，我来倒。我啥？你来啊？来来来，大哥，快给妹妹买上。妈，还要不？还要不？要，买上。什么？大哥也买上。我不行，现在。那好吧，我们的大哥已经戒酒了哈，给妈妈买上。妈妈。我不喝，对呀，妈妈也不喝，她说戒酒了。妈妈也不喝，戒酒了。那今天妹妹就喝一点哈。妹妹也有20多年没喝过酒了，今天就破例一次。大哥，你知道妹妹今天为什么破例一次不？因为我们三个人能坐在一张桌子下面吃饭，说明我们已经是一家人了。这辈子还能与大哥做兄妹。心里特别开心，同时还能有妈妈，心里也非常的幸福。今天爱哥虽然不在家，但是爱哥对我非常的关心，也非常的体贴，我心里也感到非常的幸福。来，大哥、老妈，干杯！